in front. He leads by four lengths on Bravo Cyclone. Bravo, then Bygone Era is starting to wind up down the center. And over on the inside is Sacred Magnate. He is coming hard at Star of Yuchong. Nope, Star of Yuchong just holds on.观王系列第三关一级公开赛澳门金杯颁奖仪式现在开始，胜出本季澳门金杯的马匹系来自史伟恩马房由中野省吴策骑的一号马耀昌之星，恭喜晒！有请澳门赛马会董事 Dr. 官牙首先颁发胜出马主奖项，有请马主代表邱星辉先生以及冯先生接收，有请两位，唔该晒 Dr. 官牙。继续有请多德官牙颁发胜出连马师奖项，有请胜出连马师史伟恩。恭喜晒，系啦，thank you 多德官牙，唔该晒多德官牙颁发胜出连马师嘅奖项噶 ，congratulation。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请澳门赛马会赛马事务总监关永祥先生颁发胜出骑师奖项，有请中野省五，恭喜晒，唔该晒关生。主礼台在这个重要时刻即将就会拉起彩带的，有请台上的嘉宾一起合照留念，恭喜晒一号马耀昌之星胜出今季嘅三冠王系列第三关嘅赛事，恭喜晒！有请工作人员递上香槟。Congratulations！恭喜耀昌之星，多谢晒各位嘉宾，颁奖仪式圆满成功，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同事啊！